奈斯的网络终于是修复好了。那欢迎大家收看 OSC 年终赛。那现在是败者组的部分。那我们看一下出生点位，在地图左上角，来自艾菲卡 TV 战队的 Nice， 红色神族。在地图右下角，来自蛇队的 Sola。哎呦，一开始 Sola 就先打出了 PP。可以，感觉是网络问题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等待一下。那我们再看一下 ，Nice 跟 Sola。谁赢就要去打墨西哥虫王券，然后，他们两个的胜者打券的胜者，就会进到最后年终四强。那胜部那边已经全部打完了，刚刚嘎姐是3-0券嘛，那 Nib 是3-0 Demi Love， 那年终最后四强哦，胜者组就是。嘎姐打 Nib， 那我们看一下，败者组的话 ，Chu 现在在跟 Demi Love 打，那估计应该 Chu 应该是会晋级啊，所以最后就是，这两个跟 Champ 的胜者，其中一个会去跟那个谁 Chu 打，最后的四强，这个赛事也是非常有趣哦。败者组选出来的两个，跟胜者组选出来两个，他们的那个，这叫什么？都是打那个一样的那个，从一样的位置开始打。好，这边 Nice 这边是兵营探路哦，看到 Sora 这边是正常裸双，那这边也是先放下二基地，再放 BY 啊。也是相当的稳，非常的职业啊。好，这边奈斯一样，现在对手家看了，看你的狗什么时候出来，也顺便看你狗是出几条啊。那Sora这边还没飞到奈斯家中，这边Sora先出了两条狗，先把这个农民给驱赶走啊。那看。Sora 什么时候闪开 ？Sora 这个是挺气哦，所以大概2分50秒就会闪开。好，Nice 这边看到想要去闪开的农民呢，好，这个就跟着他，这个应该先盖水晶塔，直接盖，盖完直接走。好，这边看到狗了，有没有盖的意思？哎，没有。那这边 Nice 也是直接放下 VS 哦，啊，出一只教师。这边看一下那个 Sora 的视野，这边是有看到那个整个 BG 的情况，所以他等一下可以看到 BG 是出什么。好，这边往前飞一下，看到教室出来了，看这两条狗，要不要等这个教室飞出去之后溜进去？这个很关键的。他现在要去看一下 Nice 的科技是什么。好，这边有一只教室已经在那个 Sola 的矿区这边，啊，看可不可以杀到一只农民哦？看起来好像没办法。好，这边狗也是顺利的溜到上面去，看到 VS 线了。好，三分半直接下一根爆炸塔是主矿，这也是非常的那个，非常的早。其实这个应该3分40秒盖下去应该就 OK 了。他现在盖。也是 OK 啊。好，这边是吧，一直在用狗去做前线的侦查。这边看一下，这边能不能看到那个先知？哎，这边看到一只那个教室。好，这边先知护卫着教室回去。那这样的话，有点，这先知被偷到，被这四条狗偷到。像 Sora 隐喻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，现在农民已经跟神族一样了。
这边也看到后续有凤凰，这凤凰是用来抓外面蝗虫的。这边收来有几条狗，这等下会进去看一下 BG 数量。那 Nice 这边放下 VC 目光一会，他这边应该是要走大量冲狂，看是不是冲狂。哦，不对，他这边提了共振确认，可是他这边兵营塞很多，所以这应该是假三开这一波。好，这边三矿开了，这狗该看到农民没有去追，有点可惜。那这边先知还在这边主矿，等待时机过去放颗，这应该只能放那个禁制鬼人，这要点农民应该是比较难的。手法这边很快啊，五分钟就发次的受训了，相当快。啊，这边看一下，哇，这点了七只农民，很赚。那这边 nice， 先知就放这边就好了，等到能量50点再去放禁制鬼雷。那手法这赤蛇是非常非常快啊，现在5分半赤蛇那个就在升了，这是移动速度跟射程。啊，这边 nice 大量教室已经过去了，哇，这一波手法能不能扛住？这边狗的数量不太够，赤蛇是蛮多的啊，来8条。可是狗的数量不够多啊，哇，感觉会打伤哦。这 nice 这教室是带共振确认的哦，然后后面他还提冲锋狂跟那个电兵塔，后续可以再打一波。好，这边先知配合的教室来点，这边就换那个赤蛇，这边赤蛇全部点掉的话就很赚哦。哇，这边教室也死了蛮多了，剩下三只，那这样的话手法跳这一波赤蛇就赚了。他这边就完全没有说到那个，他农民没有死哦。我们看一下，那只是杀了一只农民，很亏。那这边后续这个冲锋狂还没有冲锋，还有一半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耍这一波狗哇，穿进去，完蛋！这个水晶塔咬掉，停电，艾尔大停电啊！这边在六号主矿，哇 ，VR 跟 VC 这个都停摆。这边在六军主矿，这个就赚了。这手法已经是优势还蛮大了。好，这边封狗，把这狗给封住，可以。那手法这边赤蛇已经接出来了，这赤蛇将对 Nice 的三矿做出巨大的打击。先 Nice 先合出两个白球，有点难守，这赤蛇量十几条。配合后面接的小狗，哇，这个有点难守。这个哨兵的数量不太够，这能量刚刚已经放过三把，哇，他现在又放那个凤凰，完蛋了！这波他立场只剩下两三个而已，那这波很危险。这手法已经进来了，因为 nice 白球数量不太够，哇，这毒爆直接滚进去，慢速毒爆滚进去。完蛋了，这边三矿只要一掉 ，nice 就无限大劣势。好，这边 nice 直接打 GG， 恭喜 Sora 1-0。这边 nice 的那个前面那个教室九教室，他那个攻速教室没有杀到农民就很亏。虽然说有换到一些赤蛇，不过。也被反杀很多教士，所以实际上他那个教士其实作用就比较少了。那我们看到赤蛇是跳得相当早啊，
好的，好的，第二场就要马上开始了。这边不知道是谁选出来，这张地图其实应该是会变掉的，不过没关系。我们一样先看一下点位，左上方来自艾菲卡 TV 战队的 Nice， 那在右上角来自蛇队的 Sola， 赶紧拿下一分啊！地图是木板小路之战哦。好，奈子这边建筑学如果是坐在主矿的话，那想必他的矿区二矿是开黄金矿。那这边看 Sola 中期是不是会投狗之类的去干扰一下奈子？因为这样的话，其实前期应该是不会有太多什么巨大的反应了。我这边奈斯也是毕竟玩探路，哇，刷这边慢狗开，相当的稳啊。这个的话，其实上面那个小路实在是太坑了，他那个充足的部队要进攻，要绕这么大的一个路，实在是太麻烦，所以有些人会选择用百升去打神族，因为一样都是要走路，那还不如就放个百升，然后去这边，大概是这个位置吧，盖个虫洞，因为百升在虫在外面跑得慢啊，然后在这边放小虫子去打。啊，这边奈斯果然是开黄金矿啊，那这边先，我这边水晶塔其实可以放在这个石头这边啊，因为有些虫族可能在三分半到四分半之间就会爆一些狗，先把这石头咬破。然后到时候先看这个神族有没有对这石头的建筑有没有做建筑学。这边的话应该要盖在这边。诶，我想一下。这边一个 BE， 然后 BG、BY， 啊不是不是，两个 BG， 应该就可以把这口堵出来。说到这边很早，两分十秒就放张塔，看起来是一个张 rush。好，这边 nice 有靠张塔，很关键。他刷这边放在进化室，这个应该是头蟑螂，应该是，对，这应该头蟑螂。这个王虫已经飞到接近黄金矿这个位置了，底下应该是变四个蟑螂，然后看会不会提遁地了。我们看一下，好，这第一个教室过去，过去应该就会看到没有农民，然后家里看这个奈斯要怎么防，这边下来 VS。这样有点不好防，因为这边蟑螂就要出来了。这边 Nice 只要看到蟑螂，应该先知他会不会先出虚空啊？他这样判断，有可能会先出虚空。好，这边已经在投狗了，等等这边还会再投蟑螂。哇，这边看一下 Nice 这边反应，追猎已经在这边啊，这边停得不好啊。哇 ，Nice 已经。那个什么，最烈刚刚发呆一下，这边已经有四条狗在奈斯的二矿这边了。哇，这最烈千万不能死，这个一定啊，这被逼到角落，这有点危险。这奈斯，我第一次还是去出那个什么先知，然后后续收了，已经蟑螂顶脸了。然后二矿这边有小狗，虽然有电池可以挡一下，可是叠下这。正面如果打不赢，他就可以分双线了，投四条蟑螂去二矿。他这边先知出来帮忙搓一下，这可能要先搓火蟑螂哦，先搓火蟑螂。我这边搓蟑螂就有点不明智。好，可以，这边收了，打开了门，感觉要赢了，因为这全部的建筑物都在前面。这水晶塔只要被打爆，就已经没救了。这个收了，这个一波打得很果断啊！他这样收了，已经拿到了赛末点了，2-0。
好的，好的。第三场，我们来看一下地图是战役高昂之际，我们看一下顶位，右下角来自台湾艾菲卡战队的 Nice。来丢左上角来自蛇队的 Sola。目前 Sola 已经拿到赛末点了。该那一场的话，如果 Nice 第一支先出虚空，估计有可能 maybe 守得住。maybe 啊，因为他就是其实我靠张塔，那第一支如果出先知，守不太住，感觉啊。好，那 S 这边放完兵之后，先探路，这边一样是 Nice 的习惯了。那说到这边是裸双了，张 Nice 究竟会不会走空军呢？因为如果地面拼不赢 Sola， 有可能会尝试走空军，拼出黄金舰队来打的话，其实还是有机会的。毕竟黄金舰队只要憋出来的话，对 Sola 其实也蛮痛苦的，也是要想一下怎么解。这边也是确认到对面裸装之后，自己先放下二基地哦，然后再放下 BY。好，没什么问题。那这边看一下 Nice 这边农民一样，先看一下那个 Go 出几条。像 Nice 的话，看 BY 之后要放什么科技吧。这边 Sola 一样是先出两条狗，先把这农民驱赶走。等下狗出来，应该就是直接拉农民去上矿关，没错。那Nice也是放下飞机场，出了一只教室。这教室应该是不停产，一直出。好，这边农民二次侦查，去看一下你有没有开商矿。看完伤号就回来。好，这边很关键，说好放下进化室，而且重点停农了。这边是打一个狼牙风风拳。这边看 Nice 怎么守了。Nice 如果看到对面是狼牙风风拳，二矿这边一定要下两到三个电池，不然守不住。好，这边说好狗已经前进了。那这边哇，这边两个王虫全部变空头王虫，非常狠哦。我这边 Nice 还不知道 Sola 是走狼风风拳，有点危险。这边能不能看到？有没有看到这 Nice 这视野？看一下 Nice 视野。然后 Nice 其实有瞄到哦，有瞄到这个王虫，有那个什么一只的空投王虫。哇 ，Nice 这边先知能不能往右边看一下？哇，有看到两船了，这很关键。好，这边。教室两只，现在这边 stand by，OK，、okay、那这边没什么问题。那这边看是不是要先用电池来挡啊？这电池好像还来不及盖。好，这边出了一只凤凰，先把这王虫给杀了。这两只教室应该是打不赢这十几条狗了。啊，这边没有卡到这个卡卡口，哇，有点危险。拉住农民，那这边 BY 跟 BG 都被咬。现在 Nice 现在没有兵，下面要等空门，空门应该来不及。好，哎，手动帮他补血可以，可是补不起来，哇，应该是大势已去了。这边空门来不及哈，这边就算有虚空也无力回天。那我们恭喜 Sola 3-0晋级到下一轮。好，那各位，如果想要继续往下看的人，隔壁台瓦迪会继续播。现在目前有 True 的 Demi Love、Trav 的 Sola 的两个比赛哦。那嘎姐跟 Nib 现在已经在打，那
那估计他们还不会转播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转播就到这边了，不好意思。那今天他们是会把这个比赛打完的，那可能会打到半夜一两点吧。这冠军赛有点久，所以你们还要再等三个波五，一个波七。那你们有兴趣可以到隔壁来，瓦迪有在播，那 OSC 官方也有在播，那我们这边转播就到今天结束哦，拜拜。